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力，欢迎收看 Max Owner 大设计。住小楼房的家庭里，老人大多都是住在一楼，因为他们腿脚不够利索，走楼梯太危险。但架不住老人偶尔有事上楼，那还是需要爬楼。其实只要在家里装上电梯就靠谱多了。当然肯定不是我们常见的电梯，而是真空电梯，完全不担心会占用家里太多空间。真空电梯采用铝材料和聚碳酸酯材料制造，管状的轿厢通体透明，既美观还能保证电梯内外无阻隔的视线交流。和常见电梯不同，它不需要缆绳来支持电梯轿厢，而是采用了创新的真空技术，利用轿厢上下方的压强差来保证电梯的运作。不仅承载力能达到200公斤，运行安静启动停止时也更加平稳，安全性非常高。而且这种新型住宅电梯对室内空间的影响度非常小，它只会占据1平米左右的区域，最大提升高度却能达到20米，供一栋6层高的楼房使用。它的安装也非常简易，省去了布置底坑、井道和机房的麻烦，只要几个小时就能迅速装好，而且搬家的时候还能拆下来带走。要是小楼房里装上了这样高端漂亮的真空电梯，相信不仅老人，到时候就连年轻人都不愿意走楼梯了。视频元素来自 PV Lives， 由 Max Owner 创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生，欢迎关注 Max Owner 创意公园。